on in my head like I've seen it. A life worth living is a life with meaning. I'll do what I love till my heart stops beating. I'm feeding this demon. Got a taste, can't erase bitterness in my face. Work a job every day till your dreams fade away. Like a card, never change. Play the game that we say. I need a break. Time.啦啦啦啦啦，二福嘟嘟，啦啦啦啦啦，二福嘟嘟，啦啦啦啦啦，二福嘟嘟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传说老人的传说对决，我是拉尔夫。在我们开局的时候呢，对方的塔拉就直接入侵了我们的野区哈。那我当然发现之后呢，我就过来在这边哈，那稍微卡住他一下。那我们的瑞克后面来支援了哈，那把对方的塔拉给解决掉。那于是呢，我们取得的首杀。那回补之后呢，再回来到这边哈，我们到回来这边支援的时候呢，现在呢比数已经到了3-1哈。我们在前期的时候算是有一些小幅的领先啊。那可以看到，就是对方的普雷塔在四等之后呢，他非常的凶猛啊，哦，一个人就直接冲过来打我们哈。他一打二，他一点都不怕。结果后来因为我们还有一个瑞克，所以呢，我们把他给收了。那比数到了5-1，好，那拉夫这边的那个大招好一个空大，啊，丢错位置啦，啊，没有打到那个塔拉。不过呢，我们的汉也还是把塔拉给收掉了。那我在这边因为担心了对方会入侵野区，所以一直在蓝区这边啊稍微顾着一下。结果没想到他们真的也是过来的哈。那在这时候呢，那个我们的汉雅哈被那个对方的女超给解决掉了。那女超也打得很凶，而且她目前你可以看到，就是说我们刚到等级5，她其实等级比我们还要快。那对方呢，其实算是一个选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阵容哈。那最特别的地方就在于说他们的打野是输，所以他们有两个射手。那这两个射手呢都是很长手的哈，一个是输，一个是西路卡。那他们的手都很长，那尤其是西路卡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后续啊。西洛卡在后期真的是超级凶猛的，那我们呢前期的话呢会碰到就是说塔拉他可以弹在前面，那对方有两个手很长的，其实这打到后期其实不太好打。那汉雅呢他也算打得比较凶一点的，你看他一打二他也一点都不害怕，他就直接冲进去里面了。那当然我们这边在被围捕之后呢，汉雅跟我也陆续在送出了一颗头哈，那我已经送出了第二颗头了。那复活之后呢，我们再回到中路哈，塔呢非常的深入啊哈，被我们4-1哈给解决掉了。那我们在这边呢，接下来就是一个中路这边哈一个会战嘛哈，那我们这边还是一样有4个哈，对方呢总共是3个人，可是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西洛卡一太大。然后塔拉弹在前面，我们基本上就不太能够冲进去啊。好，那当然后面的顺势呢，我们把对方的中路塔哈也给拆了。然后呢，对方的那个凯撒路外塔哈，在这段时间也被我们的队友哈给拆掉了。好，那现在目前来讲呢，我们哈已经死了2个了。哦，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有点白目了哈。我们已经死2个，我应该是在后面一点慢慢的哈。来去那个守塔，那结果在这边我们被对方给收了。那好在呢，后续汉雅哈帮我们报了仇，那把他们杀到剩下一个。那我们复活之后呢，我们再回到了中路这边哈。那我们在想说，我们现在时间已经10分钟了，那比数是22-11，那我们应该怎么去打嘞？好，可是就会发现说，好像。对方因为有塔拉他会单走，然后女超也会单走，那再加上他们普雷塔也会单走，那我有点不太知道说我应该去哪里支援比较好啊。好，那我们在这边呢顺势呢把中路二塔也推掉了哈，老夫在这里呢也送出了4颗头，在打到这边的时候呢，虽然我们的比数其实是有领先蛮多的，可是因为我们大家都有死过。所以呢，
啊，他那个下当的紧紧的被对方哈拿到之后呢，我记得在这里的时候，我们大约经济只有领先大概3000左右，一直以来都没有办法拉开这个差距。那不只是队友哈，包括拉尔夫自己呢，啊，也都会有一些不小心，然后就送出了这个一颗人头的这种状况出现。那我们在这边吃掉凯撒之后呢，哦，我们的凯撒。哦，也开始送过来。那我们开始要来推这个啊高地塔。我们利用凯撒来这边之前了，我们就已经先把那个啊他们的高地塔给拆掉了哈。那我们也开始打进来。可是呢，希路卡哈，哦，一个开大之后呢，啊，我这边啊，哦，又被那个女超哈这边勾到之后，啊，哦，又送出了一颗头。我已经送出了5颗头了。好，但我们的比数是35-17，哦，那其实我们这边已经领先了18颗头。哦，这个时候从小地图看，哦，我们的瑞克一个人，哦，冲进对方的包围圈里面，啊，好，那最后呢也死掉了。哦，这就是我们一直都拉不起来的原因，啊，而且你可以看到，就是说希路卡他只要一开大，那我们两三下就会被打到没有血，然后我们就没有办法了。那女超呢？她一个人冲进来啊，好，我们也很难啊，因为我们在之前哦，如果说塔拉之前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把技能弄掉哈，消耗掉，那我们后续就没有什么技能可以用了，好，只剩下一技、二技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，这个波的会战呢，我们打到剩下两个哈，那瑞克讲到说没有注意，没有想到会这么痛。哦，我这边有讲到说那个清理凯撒路兵线，可是其实我并没有想说我要讲这句话，可是常常都会，我们在后续哈这边玩的时候，常常都会有这种状况。那哈雅也讲说，难道会打到输吗？哦，其实是非常有可能的哈。不过我说真的，就是以往我们在打的这个过程里面啊，像你看到39-22，在这种比数的时候，其实很多人啊，他就直接投降了。可是对面并没有，而且对面其实他是以那个到了现在哈，就慢慢开始取得了一个优势哈。那我们虽然拆了他们两座塔，剩下一座塔，可是他们后续呢，整个打回来。那我们在这边你可以看到普雷塔他一个人就冲了进来，可是我们却拿他没办法，好，拿他没办法。那我们的高地塔也被拆掉了一个哈。那对方来讲，基本上有三个哈，都可以自行代先了，一个就是女超，然后呢，一个是那个塔拉，然后再来一个普雷塔，其实他也可以哈，他们只要用大的话呢，他们就可以稍微慢一点，好，那我就觉得说，哎，其实我们在这边啊哈，我们已经那个先解决掉对方两个了，可是因为我们奇尔哈也跑去那个吃兵了哈，我们。变的是说我们没有办法把对方给收掉，那对方的持续战力是比较强的，那拉夫在这边送出了第7颗头。好，送出了这些头，其实我觉得是还不要紧啦，但我们的送出去这些头呢，基本上经济也都被那个了哈。那对面呢很会蹲哈，那我们的瑞克来讲说他因为他出坦装，所以他没有办法，好带线的话，其实效果比较差一点。好，那我这边看到呢，女超好躲在下面这里哈，所以呢，我在这里直接放了一个大招，好，结果后来啊，他还是蹲到我们的令月哈，那令月呢在这里被他给收掉了哈。那，我觉得在这时候其实非常的无力啊哈。所以也顺便回应到，就是说前面开始跟那个标题那边写的，就是说，哎，各位啊，你觉得当一个辅助最大的敌人是什么？哦，那爱丽丝哦，真的是需要靠队友的一个角色，除非呢，哦，你出的是全魔工装，或者是说呢，哦，出的是那个物工装。可是呢，其实全魔工装跟物工装的话呢，我们这一局里面其实就更没有坦克了，好，更没有坦克可以那个协助大家。好，那我这边呢，好，血不够了哈，但是还是得出来，哎，那差一点死掉之前呢，我们就输了。
再回到这边好，对手呢是我最佩服的，好，我打了很多场的时候呢，我最佩服的前面几个，他们的比数非常差的，可是呢，他们还是持续的努力下去。那我们就要反思自己说，辅助单排的时候呢，最大的对手是谁？各位可以有来看的，可以跟我回应一下吗？你觉得是最大的对手是自己，是队友，还是什么呢？拉尔夫是觉得说，我觉得最大的对手就是我跟队友的默契不够好，我们不能一起做某些事情，有时候我们的想法不一样，所以没办法集中火力做好该做的事情。那最后这个败局献给大家，我是拉尔夫，下期见，拜拜。